蔡总，好久没听到了吧？真的有点有点怀念啊！看到他50级，我跟你说，我当时不跟他玩的时候是12级。伙伴们，你们想到了什么？这厮天天在练。廖总，这厮在天天练，我不骗你，他当时二转的12级。屁！其实啊，你太狠了，真的，我那招从来没有失手过，竟然被你神秘的躲过。谢谢专门创号。你想打什么阵容？你主力是吧？来来来，让我感受一下你的主力。可是我主力不会玩了怎么办？哎哟，我莲娜好久没用了，试一下。哟，马克西马，太好了，看到他选马克西马，我们选个小草就赢了啊。伙伴们，我跟你们说啊，真的，其实小蔡这个阵容啊，他特别厉害，我们针对他一下，专门针对排位。滚滚滚滚滚。拳王14在今年年底，我觉得年底有可能年初。小慢点慢点慢点，啥意思啊？啊，好了好了。哇塞！还是过去那个小蔡，伙伴们，我大概了解一下，我看看他打法，好像还是以前的打法。你看，还是过去的打法。哎，打我吧。哎，不是，我跟你打特兴奋，你知道吗？你跟我打特别兴奋啊！啊，真的，我也是这样想的。哟，你不要这么笑，你这样笑我就那种兴奋的感觉就没有了。哎呀！不是，他笑过头了，我这突然有点汗毛都竖起来了。妈的，不会玩了怎么办？啊，谢谢，有种别打脸啊！谢谢，有种别打脸。哟。我逆向他没办法。哎西不好有戏，有种别打脸。对，笑。哎呦，你干嘛呀？没，我看看你这个，我帮你找回你失去的那种感觉。谢善良的心跳啊，谢善良的心跳。还有 DK 豆，我手都发抖了，怎么办？不是你。我能理解你那种心情啊，毕竟你在去年一年这个被吊打了无数次。你刚是失误导致的吗？哟，哎，什么东西啊？你别慌啊，小蔡。我操！谢阿超啊，谢阿超。还是熟悉的小蔡，真的好久没玩了。对对对，就是的，小蔡，你知道吗？上周我被小霸王给我来了一波这个关怀啊，我，哎呦，不行，他爪霸还是玩的好，真的，他爪霸玩的好的话就不会中我 BC 的，所以说你看我现在没机会。哟。哟。没事，死不了。四颗气了，忍住啊！连 CD 都刚不到你啊！谢炒蛋，我百合折现100%中，我现在真的是街霸五玩太多了。我也是100%中，就是他速度太快了，他不是那种让我们感觉到的啊。死不了，好吧，现在死不了，相信我还有点血，你看还有一点血，我百合折都出，哟，走，吓死了，哎呦，不给我中百合折的机会，我升龙。哎，为什么以前跟你是四格星啊，现在是三格啊？四格呀，是四格呀。格我显示是四格呀。我显示是三格。没有，你刚看错了，你的眼神不好。没戴眼镜，我把眼镜戴。你今天打了半天都没戴眼镜啊，谢谢敏感字符啊。嗯。哦呦，怪不得你比以前变得
哟，哎呦，眼镜一戴之后下重拳好屌。假不假这招？我就跟你，我感觉我跟你打，防御都不会防御的。还好，你跟我打，你看你防了多好。为什么我身后不出来？不是，那是因为我那个打的这个点特别好，你无法升龙啊！你可以试试，你看升不出来吧？对不对？肯定升不出来。我滚，我滚，好。几个月不见了，还是要日常六九啊？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现在我们都已经不是那种人了，真的伙伴们，相信我，我现在很少六九别人。哟。小蔡，我学会一道新 BC， 你要不要试试？好的。这撕的这个马克西马还确实是犀利，吸个霹雳。对，吸了吸这个吸霹雳也是犀利啊。现在流行剃头，那也太狠了吧！那样打不是岂不是没有朋友，对不对？哟。真的敢啊！完了！哇塞，小蔡，你轻点，都滚！小蔡不是好忍气，他现在玩的还可以啊，他这个不是玩的还可以，他是故意的。你们相信这是好久不玩了吗？他过去马克西玛哪有这么厉害，对不对？我操！哎呦！不要不要！你干嘛？我想跳过去。被穿三了，我真是真能忍。疼。小蔡现在这个人玩的有点溜。对，奥比三还是很准的。我刚嘴巴上放进鸡蛋，不会吧？我大胆。哎呦，你看他这撕。哎呀，小蔡怎么还这个套路呢？ out。完，装游客去打人家主播被认出来了，完了，伙伴们怎么办？我要是万一今天被他干掉了，小蔡估计以后再就见不到他了，真的。所以说我们今天无论如何都要赢啊！哟。浪费，不浪费，只要能够使出一道帅的连续技，还能把你干掉啊！我觉得我此生足矣。好久没跟你打，我手都在发抖，怎么办？这么激动吗，小蔡？我真是醉了。对，不是，可能是有一年的支配感。那倒不是，你看，绝对被支配了。哟。我的天！还行还行。哎呀，我的天！哎呀！老蔡，你觉得那四颗气？我，你怎么不动啊？我动了，我没点出来。我就喜欢把你按在墙上一顿怼。
老大，你不要这么激动好不好？我还有八神呢，你感觉好像你已经赢。不是吧？这也失误，这还玩毛啊？跳！哎，摇杆坏了，前跳不行了。你别骗我了，摇杆坏了，你看到没有？我就知道。哟。中。我的个乖乖！哎，我的叶根子没出来，你别再挣扎了，真的，小蔡，真的叶根子没出来，我操 ！GG 啦，我 GG 啦，没有啊，我这边好着呢，我怎么会 GG 呢？吓死我了啊！你不说 GG 之后，我突然。小蔡，我有五颗气，你选择吧。哇，还好他失误了。哎呦哎呦哎哎哎哎，死了。升龙。就知道，我就知道这就是小蔡的作风啊，一定会把我熬死的。哎呀，哎，再来一局，我再换个人啊！我感觉到小蔡这几我这几个人打的不是很好打，谢七 C 啊，谢七 C， 好难打呀，不会打了吗？卡尔书记啊，那当然还用问吗？啊，哎呦，升龙，防都不会防了，我操，不会防了，你早说嘛！感谢 CRO 啊，哇，好反应。你逗我呢吧？兄弟们，左手右手一个慢动。谢卡尔书记啊，点播大猛一颗松啊，行。啊，我为了小蔡这个，我专门可以这个恢复一下。不会吧？真浪费，这浪费吗？我不就用两颗气呀、啊，用一颗气就死了。不会的，不会死不了。谢谢怒砸腰，怒砸键盘、啊。不行不行，我现在手还在抖，妈的！太紧张了，你别紧张，你放松啊！你看我，又 GG 了，你又 GG 了。伙伴们，看来不是你们的问题，也不是我的问题啊。我为什么会被 GG 呢？哟，他们刚说我 GG 了，哟，怎么会呢？对、啊，我来看看你 GG 没？好像是 GG 了。为什么？你 GG 了，你 GG 了。我可以等你一会儿，你 GG 了。我 GG 了吗？好了，好了。啊，整个都 GG 了，是不是整个都 GG 了？伙伴们，是不是刚才整个的直播平台崩了？哇塞，他趁着看 GG 的同时给了我来套帅的。你们的，我摇都摇，谁摇都会摇到你们。你有没有听到我摇摇杆的声音？我不管你摇什么，反正我成功了。小蔡慌了吧，伙伴们？跟你说，我这点血如果能翻盘的话，小蔡彻底彻彻底底的就崩溃了。真的。
回死你！小菜线很慌，伙伴们。哎，我死了！哎，没。帅气！妈了个蛋！小蔡，你真的不能这样，你不要紧张啊！你怎么会来了？我换一批人啊！你是不是？哎，其实有时候玩游戏就这样，真的。不是，我看见你饥渴了。没有没有，其实你就是这个被支配了一年，太紧张了。今天这个会列入，完了，我好像又GG了，伙伴们，我马上就要GG了，你们帮我看一下是不是整个GG，还是说就我GG？GG了，没事，我还开的那个录制，所以说咱们可以打，没事。网络波动呗，那就是。是别的那些服务器呢？别的会好吗？不知道。我看一下，难得和你打，然后你就GG了。我看一下，好像就我吧。我去看看美丽。哎，美丽好像好着呢。也不应该呀。怎么老掉线啊？来来来，没事没事，开。我觉得。偷网啊？没有吧，我这个很。哎，伙伴们，我问一下，就是你们看，只有我GG了，还是说就只有我，还是都GG了？如果说都GG的话，倒证明是服务器的问题。但是如果只有我的话，只有你GG，只有我GG啊？看来我跟小，你把 OBS 重新开一下。这样我跟小蔡打完啊，打完我重新研究一下，可能是我好久没重启电脑了。谢狂魔毒舞哟，不是小蔡，你这样凹我好吗？不挺好的吗？哎呦，没事没事，伙伴们别怕别怕。我选错颜色了，我怎么选了一个这个颜色，有点像短笛大魔王。小伙怎么脱了？开玩笑，帅不帅？爱的抱抱，没关系，你们不会错过今天的比赛。但是我有点纳闷，为什么就只有我GG啊？一定是一会儿我要重新再开一下。小蔡疯了，小蔡竟然用最。哇塞，有点帅，有点帅啊！就要告诉你妈的，我就喜欢听你这么深思啊！然后，伙伴，如果再积极的话，稍微坚持一会儿，我跟小蔡打完这个吧。哟，这么直接的。好，神躲避，升龙，我擦嘞，完了又GG了。你怎么老GG啊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为什么老GG啊？而且GG了以后他还不能重登，绝对是我这边跟服务器出现了什么什么东西。升龙啊！你看看吧，你看看怎么弄吧。比分3-2了啊，这回又好了是不是？那这样，大家稍等我一下，我重新那什么，我重新，然后重新把这个 OB 弄一下 ，O 弄。来，小蔡，再战。好的，好的。再战。我看看这次还有没有这个断的这个习惯，伙伴们再帮我刷新一下，有些玩家退出去了，你们再刷新一下。如果再断的话，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，可能是我这边跟服务器是不是有一点。好头，哇塞，落地就可以啊？对呀、啊。
是吧？你加深。打完了，该我了吧？啊？好、哦，不是他快破防了。你干嘛、啊哎？你干嘛、啊？亏了！爱的爸爸，爱的爸爸，爱的。我真是醉了，我看看我看我断了没有？我好像这次没断吧？但我不知道一会儿会不会断、啊。不是，主要你跟我打了，所以会断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菜是不是？对。完了，还敢跳，还敢到我面前停车，好，还跳他就死，我跳了，怎么没死？死了没有？妈的，我想等你升龙了，你不是要升龙吗？没断，很流畅。行行行，谢谢点神，谢谢点神，没事儿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说我今天这个可能是服务器啊，一会儿你们再断了再告诉我一声啊。跟小菜打太流畅了，太流畅了。但你不要跑了，真的逃不出我的五根神手指的。哎呀，你要失误了。怎么会失误啊？你告诉我，我怎么可能失误啊？你那个麦克是放不出来，我真是醉。哎，完了，快一点。哎，背向伙伴们，没事，我们不动，坚持不动，随便他。夏天的雨，我怎么会没输啊？你昨天一定没看我微博，我微博里面说了，我昨天微博更新特别及时啊，一没来我哟。哦，对，我想起来了，阿棒，你唱歌没有美丽好听。那肯定没有，人家专业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不也专业的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是专业的？我是业余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是业余加那什么？哟，吵啥？哟，被刺激的耳麦也掉了。手还在抖，安静不下来，怎么办？你们都习惯了，不应该吧？不应该习惯。怎么打十三了？没有，今天是那什么，就是好久没打了，然后约了。今天小菜难得来了，嘻嘻。完了，你不会练 PC 啊？喝个水啊，喝个水，喝水连。好好点，别说话。哎呀。我领袖。哎，各种神虚晃。那么现在比分已经来到了4-2，现在小蔡现在已经基本上又到了一种被支配的感觉。我已经崩溃了，我手还在抖，怎么办？你怎么会抖呢嘛？看见你太兴奋了，想刚你的那个什么后面。他以此来解答他现在的这个紧张啊。抽的，一会儿我人员已经准备好了，因为就是那四组啊。谢乐一二三。哟，不会的，我们现在是不会溜球的。好的，他想打我屁，那是那么。这也太快了吧，雀反的，我终于有个气，终于可以凹他了。爆！哎，你这什么东西啊？失误了。别激动嘛，我都没激动，你都激动。打几组就换人啊？打个一般也就是打上个，很快换人。你们想看谁？告诉我。想看那个一棵松是吧？没问题。这把打完我们就换人，反正我们现在领先，可以完全不用慌。哟，他太嚣张了，好吧。
克拉克之怒。不要！哇塞！谢谢12548。刚才就是的，刚才服务器它那个点儿，然后正好就是和我的那个可能是不是有冲突，所以说播一会儿它就自动会断。伙伴们，我要一打要穿三的话，你们会怎么想？哦，你拿。不是，我下段没出来，完了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我竟然被穿三了！不是你不知道在发什么东西呢？我，换都快懵掉了。小蛋，你先不抖了。我抖啊，我还在抖呢，我今天估计都会抖。听到没有，伙伴们？我给他带来的这个智。叫什么后遗症啊？谢第十四位小伙计来了，晚上好。别着急，别着急，伙伴们，现在你看比分我们还暂时领先啊，不要慌。他选克拉克，我肯定要用这个大门要拍他的头啊。好久没有上伊丽莎白了啊，神乐吧。哇塞，他竟然上 King， 上 King 怎么办呢？上 King 我们上麻宫。小草第一，小草第一，我们用伊丽莎白。哦，还可以啊，阵容还不错。谢深蓝之海，感谢外忧。又暴露了你一把，没看到吗？哎呀！哎，神都不哟，哎，看不懂了，哈哈，看不懂了，看到没有？你哪来的勇气这么放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我就觉得这个挺帅的啊。我的哎，你怎么不打我刚才？哎，我知道你要放这个。哟，你怎么知道这么多？好的，伙伴们，我滚！再也不滚，真的。你哪来的勇气一直压着我打？哎呦，九气连招！对，我前面去出差了，火舞啊，行，远远没问题。火舞是吧？咱们先把它干掉啊！啊呐！金腿，你怕不怕？啊！好的，他没有连招。哟，也八金腿，完了，死了。小夏这招特别稳定，真的，我见过最多的这么奶的。哇！哎呀！哎！你以为我失误了是不是？啊？没有。王子啊，行，童话里啊都是骗人的。什么东西啊？王子是什么东西？王子你不知道吧？只有我有那个配色。古烈大概这个月底，张飞。小蔡，我不笑了，能不能打死我？
活着。我的乖乖哦，搞死你个那个啥那个啥。看来小蔡不止一次的在背地里骂我。哎呀帅气，你们想看的爆衣地震啊，看好。小蔡此生还有什么遗憾没有？不会玩了、哎、别少给我来啊，是不会玩了，你是只是太紧张而已啊。我出来了。你出来干嘛？谁说的秃驴出来？我这边有人想看火舞，我要给你来波关怀。火舞小蔡你认真点，真的真的我又被吊打了，完了。没事没事，一年就这么，不是你都被吊打一年了还在乎这一次吗？哎，既然你们点火舞的话，我们就来一个女子队啊，是不是？来个女子队。女子队还有谁看不起来比较好看呢？莉安娜用过了，莉安娜用过了。这个，谢滴滴滴滴叉一二三四五啊！感谢支持，感谢支持。啊，玩的玩的，一会儿抽完奖就该街霸五了啊！打完小菜我们就街霸五了。今天主要是来的时候小霸王在，然后他今天在这个群里面这个一劲儿的一个劲儿的这个让我怀旧。王子一会儿我们先上三个，这个把这个女子队打完啊。哟，哦，没有力。小蔡你认真点好吗？好、啊、背后我竟然是醉了。齐亚来了。什么呀、哎、为什么为什么呀为什么呀？你刚说什么？你今天要抽什么东西？没猜到。没事，有抽到的。其实我跟你说，哎，那个祭祖抽到是最多的，然后我统一，哎呦，眼睛好像眼睫毛，这个本来眼睫毛就不多不长啊，这个这我、哦、有，哎呦，结果还有那么一根断进去了。他想压死我。哦，他不是吧？你货叉玩的有点溜啊。我不会玩，我瞎玩呢。他这将说最伤人了，伙伴们，给他点机会。什么时候锦标赛的视频全部上传完了，伙伴们，锦标赛的你们可以去空间看啊，都上传完毕了。你这不是会输的吗？你这反手不行啊。你说什么？哎呦，真失误了。他可以跑啊。哟，他奶奶的！你家里没大，我家里没大人似的。12个耳光送给你。既然对不对？你们既然对敢对吧？美丽隔壁被桑吉尔夫打傻了，一会儿去找美丽玩一下啊！你在土豆看了就哦，土豆的那个原话特别慢，然后出问题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五个耳光，哟，你真的敢熬我，我也熬你了。不是吧，小蔡，你这跟我刚正面啊？哎呀，太扒了你的衣服！好好的啊，你这，你好歹也是为人父了，对不对？怎么能这么？本来我们穿的挺多的，让小蔡一打。小蔡没好久没看你这么挣扎的跳了。不要！完了，这个队不行不行，这个队我要再来两次，我不服，还不失误，禽兽！八一建明杰。
不行，这个队没有发挥好，现在比分已经来到了5-4，哇塞，就差一局啊，我没有记错吧？小蔡是真的好感、啊，出了名的傲火，小蔡你完了。好的。哎，你这个小脚丫跳的慢。小脚丫怎么了？啊？瞧不起我小脚是不是？瞧不起？哟，啊，没事儿。哎，突然来个大，我走了。哎呦，我操！这距离感控制的真的是好。你看，本来我早下班了，今天为了被你吊打，我也拼了。嗯，真的，你现在怎么样？今年的这个，哎，你，我听说你现在都开始卖 VR 了。不是，你这老踢我，哪来的自信心啊？我不踢你，我还捅你呢。哎，听到没？回家的声音都放出来了。不是，我这怎么这么短呢？你本来就不短。好，你还好，还想上上天呢、啊、你？哎，你还想上天、啊、你晚上好，火舞来了，刚才没有，刚才火舞主要没有放出 BC 来，我一定要把火舞给你们来个帅帅的 BC 啊。真的改升龙，这小蔡这次真的。中！哎呦我操！我怎么失误了呢？哎，刚才那套能打我，能够带走我吗？我放必杀可以、啊。刚从敌台过来啊。打不死我吧，刚才两个血呢，我百合是100%中，你不会屁股脸啊，这哦这完了，我的火舞又81了，你看81剑君节完了，我再也不能这么练了，真的我再也不这样练了，谢敏感词太多啊，伤心欲绝，伙伴们。哎，不对，这个不是火吧？妈的，我去 A B 干嘛？哎！不要不要！啊，西吧！我没有放出招。哎，你换人吧，这套这个三个不行，不行，我必须要把你征服了，真的。你打了20000局还打不过我这种1000局的人，他竟然挑衅我，同志们怎么转职？我想转生了。谢双天将啊，谢这个 Zaki 是吧 ？Zaki。他这生我感觉这个好不亏。给我进！哎，陆地点拳啊！还敢凹我？我不知道你要谁，还敢再来一次？啊！什么东西啊！我明明防的，那能防住吗？开玩笑，我这个好运姐用的是非常港的。不行不行，我是他妈的激动了。谢两仪啊，你别，其实我跟你说，小蔡是看到他今天敢可能有可能会赢我，他现在比分已经追平了，他又紧张了，放心吧小蔡，没机会的，别什么东西啊，哇、哦
哇塞，这算什么连招？这是十五连。哎，这什么东西？已经回家了，对，谢谢支持格斗主播啊，谢谢离天。我不知道，其实十三，你们仔细看他那个画面感觉真的不错，连续技的感觉也不错。然后，哎，我竟然挡住了百合折，伙伴们！上龙，完了，不会完了，不会完了。上龙，哎呦，这十万八千里，完了 ，BC 没有爆。好的，我们还有机会，伙伴们，穿三指日可待。他现在没有资源，他敢凹我吗？你可以换人了。好，我们换个人，但是一定要带个火舞啊！你们说好的火舞必须得来一套帅的。6-5，6-5，6-5，真的吗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我这边要下班了，听到回家了没？不是，就算如果你不回会怎么样？不回一会儿有可能知道，就会就放两条狗给你们看店，然后你顺便被咬了吗？王子好，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啊！来吧，我们速战速决，现在我们不换人了，就这个阵容，把他直接搞死啊！哦，小蔡，你想你上克拉克吧，人家说觉得你的克拉克比较好看，没用的。其实你不要以为他克拉克刚才赢了我两下就觉得很厉害啊，其实他克拉克是很厉害。放放放放放，手都在抖。哟，还想过来？这是蒙的吧？完了，不是，完了，我的王子就这么死了。我把阿巴那个什么打出来。好了，伙伴，我看现在有 PC 吗？没有。我吃什么鬼？哎，我的火舞，滚出来！哎，不滚出来！好的，滚出来！西瓜！哎，不是我这不我还会玩游戏吗？这什么鬼啊？没打好，没打好。穿三是不可能的，伙伴们，我可能要你是意思让我穿三他是吧？行，八神在不怕。你看上来这一脚，已经踢出自信了。去，我去，看到没有？死！第二个人攒气，第三个人爆发，赢了。对，第二个人我们攒气，我们尽量不要用资源，全程打了一回，棍子比较难受。我们尽量多攒气，让他打我们，反正打又不会死，一半气了，他会凹我们，真的要。哎呀，小蔡已经疯了，我们就是不动啊，他给人连凹我的机会都不给他。好的，第三个人爆发，小蔡你不要紧张好不好？没有紧张，手抖着没？抖着全程抖手。三颗气对四颗气，我们再攒一颗气就跟他一样了。滚！好的，四颗气的伙伴们，
四个气了，滚！哎呦，怎么后滚了？哎呀，哎呀！哎呀，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啊，都在我的计划之内。你看，就这个对了，就这个对了。找吧，徐哥，别想了，怎么可能？哟，他换人。小三，你把深邃都弄哭了。把谁？深邃的看到你这个剑被穿反三以后，你都哭了。哎呦啊，今天打的闲蛮还挺多的。今天一会儿打完之后，街霸五去，先把今天奖给那抽了啊。抽什么奖？我也要抽。没有了，这该投的都投完了，火舞必须得打，必须得留着。在上谁呢？这游戏不好玩。可以啊，我觉得挺好玩的。这是拳皇十三。刚才我不是穿三了吗，伙伴？哎，我的游戏。对对对，待会儿就结霸啊，待会儿就结霸。结霸今天最近其实结霸挺多的，因为结霸马上要有很多比赛，所以说自己也想修炼一下。意思仗着他，哟，他真的敢。哎，这重拳好用，百合折。哎呦，小菜！我滚，我滚！发波呀，好！哎呀，被拆了，被拆了，被拆了！馆主来了吗？没看到啊！老板，快点，我们这边要下班了。你已经下班，没事儿。其实晚那么一会儿没事儿。其实有些时候，比如说你要坐网吧的话，是不是要等很久，对不对？打够了没有？打够我回家了。帅！其实我就想试试今天我到底能反小菜几次三。克隆！咋克隆了？他一顿乱打。哪个 CEO 啊？那个 CEO 有两个 C， 不是 CEO， 你说的这是街霸 CEO 的话，是那个拳霸的 CEO 啊。他这次表现特别亮，他真的敢点拳。一个人我把气省下来，一人哟，三哥气啊，三哥气，我想想用半条槽就可以了。我今天没听打彩吗？没有吧？我就跟打了鸡血一样，我也跟打了鸡血一样，就是紧张怎么办？谢感冒灵啊，谢感冒灵。哟哟，哎呦，怎么办？哎呀，完了！你干嘛？我想偷下段呀，偷呗，慢慢偷。赶紧赶紧，小蔡，赶紧，速度快点。嗯，好好发挥。我点了。好好打，好好打，我的火舞确实打得有点渣。哟，落地被投了。我擦嘞！又到家了，这说好好打的。哎呦，怎么办？哦，原来可以这么出。
好，膝盖摔。不是，哎，没死，还好，吓死我了。居然没死，我操！感谢亚麦迪啊，谢谢亚麦迪，还好血还挺多的。他竟然在他后面敢投我！走啦！走啦！这逼要裸放了！就知道这个逼要裸放，帅气啊！大大的一个女字，非常的帅。好的，好了，终于我们完成了这个。很多人想看火舞的，我终于给你们完成了啊！那起码那个 CU 啊，对，那天打的是很精彩。其实确实那天打的也很精彩，也是一个。看到没有？王子呀！哎，我连的什么呀？他为了帅，他已经不择手段。还是升龙，我去，还是有点难呐、啊。谢若冰啊，王子是来送的。其实王子还是没发挥好。必杀呢？你这是蒙的吧？这是蒙的，蒙的，蒙的！你这样蒙，我不跟你玩喽！哎，我的必杀的！该是必杀的时候省出来了。真的，我只能噎死必杀呀！赫拉克不好打，伙伴们，除非我把升龙做得特别好。想杀了，我亏呀、啊！哎呦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没有暴毙 C 啊，失败！稳点，稳点，伙伴们，他有气，不要让他凹到我们。相杀都不亏啊，只要他坐到我的波上。现在几比几了？几比几了？啊，很快很快，现在已经那个八比五了啊，八比六，我知道你妹。赶紧赶紧赶紧啊，快点快点。对，还有两局两局，快点快点，我这边要支持不下去了。没事没事，正常的。六局。好，不打了。哎，我突然找到过去打他的方法了。对，我的重脚很帅啊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对不对？你看，他没有。小蔡，你这样打何苦啊？帅气。今天你们竟然说六六六啊！被干掉了以后，竟然被六六六。哎呦，好的。碎弹拳不犹豫啊！小蔡最后选择放了，放弃了。Victor，有艾米啊，艾米什么鬼？谢深随啊，为什么问？又是，哟，不是我这百合，你这百合是跳的也太高调了吧？
然后就试试你会不会防啊。两个气，最大了，他好像不会失误，帅气啊，一个冰火两重天。好的，好的，哎呀，我操！哎呀，啊，人生中最痛苦的就是被曼拳打死啊！啊，谢谢深随，笑死我！谢谢兔兔啊，谢谢兔兔，哟。小蔡已经绝望了，哪里跑？吃龙，好的，夸我帅气，我怎么样一局伙伴们，哎呀，就是这种常年的支配感让小蔡无法自拔。不会的不会的，小蔡已经完顺利的完成他的任务了啊，他可以安心的回家了。你看防空也会了哟。不要，我滚！完了，小蔡，不亏。小蔡，你说个话！我紧张了，别吵。紧张什么？有什么好紧张的？对不对？走了。哎，我怎么不会连了？哎呀，太帅了！火舞这个真是凶啊！怎么连？太帅了，太帅了，太帅了！不会连了，不会连了！哎呀，阿邦太厉害了，妈的打不过怎么办？小蔡，你不要这样！哟，完了，他要驾招了。走啦！怎么会相杀呢？哎，好可怜。小三，你别这样，真的，我都不好意思了，这半年没见你。哟！他要跳一下骗我。死不了吧，死不了死不了，他没有用所有资源，他想打我最后一个人，伙伴们，他会后悔的。我的震半圈呀、啊、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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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好好啊，好好啊，非常的开心啊，我的爱的爸爸，我再见再见，小蔡啊，再见，没事没事，慢点走啊，拜拜拜拜啊。